想要住进你心里，你有着比地球大的吸引力，想和你遨游太空里，坐时光机看银河系，就我和你。你的冷傲都被我承包，你要着说我无理取闹。咱们一起回家吧。你嘴角微微一笑，空气都变甜了。怎么没反应啊？是不是没还原现场啊？嘉诚，我想。不许想。不是，我是想让那天跟我们一起洗澡的人都过来，一起洗。你想干嘛？不是，我记得那天有陈王，还有海公公，还有……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不想跟你早点。加上你的疤呢？就算你喜欢朕，你也不能这么放肆吧？你不是嘉诚，你不是嘉诚啊！你谁啊你？你有病啊！大色鬼！陈王殿下，皇上，看来皇上并不着急比试的事情，还有闲心在大街上胡闹。陈王殿下应该清楚，这条路是通往比试场的必经之路。发生了何事？他骗色，还要把我给关到大牢里去。荒谬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他抓起来！我倒要看看，你们谁敢动本王的女儿。王爷，你说啥？我说本王定会护你周全。就是小说中男主的经典台词，真是太玛丽苏了，终于有一点安全的这种感觉了。王爷，时辰已差。魏唐毅，你看着一个人摔下来，都不接一下呀？啊，懂不懂怜香惜玉啊？你良心不会痛痛了，痛啊！We'll be right back.
这都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样的，哎，你放下！哎呀，哎，进来了，耶！多呢，都是给我的。你家王爷对客人都这么大方呢，搞得我还有点不好意思。我们王爷是第一次送人这么多首饰，您可真是好福气呀、啊！把战营准备好了，一会儿赶紧送过来。谢谢啊，谢谢。